看電視片集。哪一套？《狼牙榜》。有朋友叫我看的，他說他相信我會是正王，正王是 underdog 來的，處弱勢的，外放不得人喜歡的，但最終就贏了。性格你覺得你像哪一個古代的人？我不希望有這樣的結局，但我是挺敬仰海瑞。你有看過《大明王朝》？有。海瑞後來因為他剛直到沒人敢刺他，知不知道？最終結局沒人敢說他半句，怕了他，因為他太正直了。我最終我記得有人評論海瑞國之利器，即是每個社會每個國家都有些妖魔，都要離目網兩，都有些人好像海瑞的把劍斬妖除魔。